你是成家班的成员是不是？就是成龙大哥的那个成家班。对，我是第八代成家班动作组成员。我们当时也跟成龙大哥拍过戏嘛，也知道成家班的兄弟们每一个个都身怀绝技。你今天既然来了，刚才亮相那么帅，你觉得咱们聊天之前是不是先给大家表演一下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加油。王振威所在的成家班就像武行里的飞虎队，有他们出现的影片就预示着惊心动魄、精彩纷呈。这个代表成龙搏命以及创造成龙神话的班底，由于长期藏于幕后，他们中的众多成员却并不为大家所熟知。他们的血与泪、伤与痛一次次淹没在观众对功夫电影的掌声后，